小美，来听一下那个什么声音？咖喱有啊，加油！其实这种是个小问题，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。我们来检查一下什么问题？我们先检查一下液压顶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泄压了，松动了。先把这些拿出来，这个泄压的，这个也是泄压很严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滤网有点脏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都是积碳，已经堵住了。你们看一下这里，看到没有？里面有很多油泥啊，相信大家都猜到是什么问题了。原因呢，就是左边的滤网它没有装，导致那个油泥和积碳进到那个顶杯的油路里面。这顶杯的油路它是很小的，那个一个小小的孔。如果有些什么积碳啊、杂质啊、或者密封胶啊挡住那个油孔的话，它这个油顶杯的话就会泄压，导致它出现异响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启动。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和昨天有没有区别？现在基本上是听不到那个发动机声音了。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启动的状态。这个问题不掉，发动机不大修，1000多个 W 就完美解决问题了。